买不到 BLACKPINK， 只能用五月天弥补遗憾，你什么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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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觉得你那个字那么大，我看不到吗？因为你这样呛，我们就会点你吗？不点你，让你继续遗憾。对啊。老师要听什么？爆肝。爆肝。哦，你弄咩啊，奶奶？啊，你这样子。爆肝，我们不止现场没有唱过，而且我们连讨论演唱会的歌单的时候，他都没出现过。好了，那来啊，爆肝，爆肝，爆肝。什么 key？ 爆肝什么 key 啊？爆肝谁写的？你呀、啊。葛大为写的是吗？不是的，你呀、啊。可以吗？哎呀，骂脏话！你看，师傅，刚才前面那是电吉他，你知道吗？那 distortion 就破音的意思，这样夹夹夹夹夹的。然后我现在弄这个，你要我弹那个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崩溃了，我可恶！他刚真的骂脏话。男友和前女友来了，下任男朋友也来了，我想点歌给他们。所以真的前男友跟前女友都来了吗？你们不就是我前男友吗？哇塞！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说这个脸不红气不喘。OK， 好好，那前女友呢？在这些都。这边都是，这边都是吗？对，好，明显就是一个标题党的。没关系，我听听你最后一个解释，下任男朋友又是谁？星星宝贝。突然有一点害羞。哦，我知道以后要怎么叫你了。我也知道以后要怎么叫你了。对，不要叫，拜托。以后我们就不叫你主唱大人了。不要，我跟你讲，虽然说五月天里面呢，这四位呢其实都已经名草有主了，但是当宝贝也没问题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很好啊，莎莎宝贝、星星宝贝、瘦瘦宝贝、头头宝贝、头头宝贝，听起来怪怪的。我真的叫不出那个幼幼宝贝。石头哥，我们现场挑一位，来换我吗？我跟那个前面几场都一样。我挑一个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在前面拿一个黄色牌子的，你再继续点小朋友，以后我都要在五月天演唱会里面开一个摊子租小朋友。哎，五月天，五月天不看板子了，他们现在都看小朋友了，来租一个呗。来，小朋友，来，小朋友，来，来，小朋友，来，你点。阿信哥哥，我妈说点歌成功可免写三天作业。阿信哥哥在这边跟你说，点歌成功，你未来三年都要加倍认真写作业，可以吗，弟弟？不可以。干嘛那么诚实啊，弟弟？我脚都软了，我。他是理智的，对，他是理智的，他是有在用脑袋的。弟弟，等一下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场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种时候应该讲的是什么话呢？场面话，场面会说。我说阿信哥哥好哦，你竟然跟我说不可以。好，我就欣赏你这样子的孩子，诚实，诚实。好了，三天稍微放松一下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舒服哈、哦？舒服吗？舒服。什么呢你？我们往后站一点。谁叫你问小朋友舒不舒服啦？什么你问他舒不舒服干嘛？哎，阿信，你今天唱一首歌，你三年不用写歌哦。舒服太舒服了，我今天唱一百首。好了、欸，你现在是主角，那你知道五月天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好的，好，好，我们为您介绍，为您介绍，这位叫做张杰，这位叫张杰，跟他挥挥手。哎，这位叫孙楠，你好，挥手。对，这个韩红老师在这。上面是什么小宝宝的照片吗？哦，上海三月天。OK， 我们坐着五月天叔叔们的80岁之约，所以叔叔们先唱首什么，让我们听听吧。他们。那我们想听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对，想听什么歌、啊？你说啊。那什么歌呢？什么歌呢？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等你们说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呢？
我们想听什么歌？他就跟你拼的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能唱到80岁，等到小宝贝们长大了，然后他们也来跟你们一起唱什么歌？他最开始说他要把天使送给宝宝，然后想把让我照顾你送给他，送给太太，然后什么歌送给自己？最后你选择了什么歌？我们今天呢，就送给你珍贵的太太，好不好？坐在我身旁，你的心上不懂，我也不想，但你的微笑。是，什么了？刚那个字幕，你会再回去？你还回到第一句？你回到第一句？你回到第一句？不是这样子。还有，前面还有，在前面。因为刚前面有预备气。为什么啦？预备气，坐在我身旁。我们是五月天好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想要开始？我们自己决定。为什么现在连字幕都要跟我们讲预备气的？奇怪。长头发的，有点卷卷的。是吗？对，在哪里？他戴一个大耳环。哦，也在那边。我们那个有没有发了灯往这边？往很面熟哎、欸，很面熟吧？对啊，蛮面熟的。好面熟、哦，他老公该不会姓石吧？啊、是吗？这么巧。叫狗狗。狗狗、明天有没有空？我刚好明天没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明天有没有空？我们去吃炸鱼薯条。哇！掌声鼓励。不让大家流一滴眼泪，所以今天就是没血没泪的演唱会。不对，因为今天大家要流一整桶的眼泪，一整夜的眼泪。还没那么早了，现在还没。七早八早的，要这样还不简单，要大家流一整桶眼泪。我马上就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怎么做？你就宣布你结婚就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五月天，太小声了，我们是五月天，再大声一点。我就在 IG 上问大家，大家是喜欢听这个五月天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呢，还是想要听一些垃圾话？结果超过90%的人都投垃圾话。这个换句话说，不知道这24年在干嘛。也不要话不要讲那么难听，就是我们五月天其实都跟玛莎一样，五个人都是不重要的。话不是这样，早就跟你们说一起来练舞了吧？不是，等一下那个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些乐器测一测。有乐器哦，有啊，哦，可以测。话不是这样讲，我觉得精确一点表达，精确一点表达，应该是五月天的过去的所有的奋斗、所有的努力，这100首单曲不如垃圾话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索性。索性，好，我们就和大家垃圾话讲到底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讲垃圾话的话呢，自然是希望最垃圾的垃圾话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有准备好，让最垃圾的人来说，冠佑，请上，来镜头。大家手上有看到我们这是什么吗？反应好快，开玩笑。排球嘛，金色的排球，金色的排球叫做什么？金牌球。今天谁讲的最烂呢？谁就要被这个金牌球砸？那边有三个，他有跟玛莎预约点歌。我记得那时候签书会，你们有说你们在澳洲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，你不要叫了，拜托。对，我很担心你的喉咙。哎、欸，他们三个真的铁粉哎、欸。三个人都是玛莎的发型，哎，这怎样？哥给真的铁粉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，那你要听那个玛莎唱什么歌？喂，那墨尔本的都是那个主持人是不是？你们怎么那么有梗啊？你们对，你们知道五月天吗？
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不熟。今天你们两位是自己来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怎么这么想不开来看五月天演唱会？今天是不唱一剪梅的哦。女儿买票给我们看，然后爸爸就说那个蹦蹦蹦，我怎么会想要听？那个蹦蹦蹦，我听不啦。听到现在目前感觉怎么样？很棒，就是蹦蹦蹦，其实也蛮好的。对对对，那为你们带来这个一首《一剪梅》。喂，你真的会吗？一剪梅，傲立雪中。哦，这个爸爸超开心的哦！哎，他们终于复活了，对对对对，对复活了哦，超开心的。刚刚两个，接下来是蹦蹦蹦的一剪梅，对对对，来，动词动词动词。动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。哎，好了，来来来来。